肩上了。谢谢二班刚刚都为您清洗，我第一次见这个礼物。大家打一波老板大气好吗？我们打一波老板大气好吗，宝贝？不是大哥糊涂，是大哥大气，老板大气。你们怎么回事啊？他是不是跟蝴蝶梦境是一个系列的呀？我感觉为你强行跟蝴蝶梦境是一个系列的礼物。我给你上个房管吧，阿白哥哥。我来给你上一个粉钻好不好，阿白老公。我再给你卡个颜值好不好，阿白不背。对呀，我这个礼物我也是第一次见，阿白哥太好了，我第一次见这个礼物。你再给一次，可以吗？这是可以的吗？你们看不起谁呢？不是的，是阿白哥哥专门送给我的。中电视看一下后台系统发的消息，找中一等奖。没有抽到的，我再抽一波。刚刚送完魔法书的哥哥，一定要订阅我。
你们不打弹幕打什么呢？一个个不打字打什么呢？You're so good, pretty boy. Sweet. Look at my voice. My ears. My hat is for you. You're myself, my baby. Yes. You don't like English? Baby, you don't like English. Alright.
Please relax.只有老六举报呀，我真是醉了。行不行啊，细狗？哼！我建议你们要送魔法书的抓紧送，我怕我等会儿就没了。兄弟们有老六啊，他不想让你们看直播。有老六不想让你们看直播。怎么诚实，老板大气，老板订阅一下我好吗？阿里嘎多，今天被毙了几次了？四五次了吧？轰啊！因为有人举报啊，会被封啊。谢谢哥哥的魔法书。充电是看后台消息找助理店长，没抽到我再给大家抽一波到的机会，感兴趣可以上电视。一本、三本、五本魔法书，有条件可以直接回来以后。
你是耳机。开头的时候，阿里嘎多，谢谢虎牙哥哥开头的守护，肯定不是你中，小虎牙的都是默认的名字叫小虎牙，对，那个是系统默认定叫方式，好做梗，不用管那个，你可以来本魔法师和做哥哥。谢谢风尘哥哥又送了两本魔法书，老板大气，老板喜怒求喜。祝老板财大气粗。什么老板糊涂啊？老板糊涂的不可能又送两本吧？
直播间，要么开静音。
谢谢啊，谢谢啊。第二有哥哥的两本魔法书，你这个上次送魔法书是七月份，怎么隔了四个月才回来送魔法书啊？威力这么大吗？上次送魔法书是七月份，然后现在十月份又送了两本，不到三本了。你再久一点，我都记不住你了。还是老规